再吐呀，你吐出来是个大事，你吐个挺没用的。养这个习惯，你多喝广东粉，你长得有点大。爸，你以前谈过恋爱吗？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感情历史。以前有那么一个女孩，你接着火，牵个小手。那你亲过她吗？嗯。妈！啥事？你以为这钱不行？我也没跟她说。那是他妈在抖的，他要分哪抖的？那我就跟她说啊，不是，我这应该不跟她说。你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，咱哥俩永远是最好的，你说是不是？你就说他打你，我哪次帮过你啊？我哪次没帮你啊？我让你说，你就放心大胆的说，我罩着你。你到底有没有亲人家？没有。后悔吗？有一点。